欢迎收看米奇喵喵。好帅！三boss 沙巴拉的我看。我们今天很高兴的来到我们的团购组这里，团购组艾达，嗨，大家好。是，其实我们刚才走进来，很多东西，我说真的啦，小朋友会失心疯，大人会发疯的地方。为什么因缘际会下，让你会开始从事这一些团购？其实我在2018年之前，都还在国立成功大学，就是。上班开始思考我的人生，就是有两个小孩嘛，我心里就会想说我要花更多时间陪伴我的小朋友，所以其实那时候在大家觉得我还有不错工作的情况底下，我还是毅然决然的，就是有点像自己出来创业。那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卖这一些产品了吗？我们就是全部都是在做欧洲商品的进口跟代理，这个地方就慢慢做起来，从小团妈到现在我们也开了贸易公司了。那你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商品想要介绍给大家？特别把这个小朋友的那个指甲油摆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希腊的品牌，然后它是号称小朋友无毒水洗的指甲油，这是一整排的，就是它是一个组合的，像我们年底就是在卖这款礼盒，里面就有12个指甲油的配套，跟一些小法式。在欧洲国家，他们其实在很多的超市开架的药局都有一个小柜位，然后摆一个小玩具桌，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在现场彩绘。他们在欧洲有很多这种活动。好帅！好，拿到这一台，天空之家比较欠费了。今麦 Simon 在几点哦？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其实已经几点完了。对，但是你在下面加音没有录用啊？哦，我跟你讲，要买哦，还是找我帮你介绍比较快。对，可以可以。来来来，短线囡仔拢会用算。这个是安全卡扣，把它打开。那家长可以推。对，这一下会用吊管，买用吊架。这力了，加着刹车啊！这一边按下去拉高，一样小朋友可以拉着走。看到没有？你看这一台，三个功用啊，这一个修哥和修哈，这个其实收起来哈，它就一个折叠起来。原本就认识这一些厂商嘛，你可以来进这一些。像我们开始发展成贸易公司之后，我们都希望公司会有一些主打品。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行销经理他很喜欢迪士尼的商品，花了一段时间一直在找，就是怎么样去正规的采购进口这些迪士尼授权的商品。那像我们前阵子也去台湾的迪士尼开会，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商品，那它卖得好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接触很多，卖到很不错的时候 ，Seven 又来找我们，就说这台车他们想要去做那个几点购授权的意思是这台车要在台湾卖，台湾迪士尼是知道的。好帅！我们先从最高这个先拿下来看一下，好不好？好啦，因为年底的话呢，我们通常买礼盒或送礼的季节是比较多，在欧洲有一个名字叫做降临礼。庆祝耶稣诞辰降临，所以他们一号是从12月1号开始搓，搓到12月24号。那这个年底的这个降临礼，它主打的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迪士尼公主全系列，然后呢，主要都是关于肌肤保养跟身体保湿保养之类的商品。其他的其实很多公主的，对，那因为 May Beauty 他们家就是主打的那个 IP 商品，那就是迪士尼人授权，像小熊维尼啊也有，你知道小熊维尼吗？我知道哎，喜欢吃蜂蜜的那一个，对，然后在下面点看小美人鱼，因为今年的电影，所以他们这一系列很红。那我们这边都是属于一些说的欧洲的杂货，这三支呢是我们独家代理，就是儿童的保健品。对，这三支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签到了独家。然后它这个参发嘛，它是德国非常知名的一个药局的品牌，他们是有自己独立实验室的。现在呢，其实欧洲很多保健品它都做喷雾式的，它用喷雾的。对，因为他们强调舌下吸收。那我自己是把它放在冰箱。那每天小朋友早上起来，我就这样子把它张开喷两下。那它喷头设计是有研究的，就是两下就是两下，它是很好按，所以这个还不错。你买到缺货吗？对，还买得到，还买得到。其实
实我们刚才介绍很多产品，说真的啦，琳琅满目。做这么久，那你们都是怎样来做行销的？我有很多团妈都跟我蛮多年了，那他也相信我的选品的功力，所以在团购的方面来说呢，变成说我当我把这商品带进台湾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去团购开团，就是跟他们说这个东西我挑选过很不错，然后他们去开团，就会变成是我们的行销团队主要在操作，因为电商的卖场把它炒热起来，那这样相对来说在团购，就是像我们的团妈他们在开团，他们就会很高兴，因为电商会有一个价格在上面，那基本上我们所谓的团购应该知道，他们就会卖给客人，就是可以拿到再便宜一点点价格。当然，当然。那你卖到现在，你有遇到什么比较不一样的？你想问什么 ？OK 呢？这真的可以讲吗？可以啊，可以啊。没有，哎、欸，我说真的，这不是因为你今天让我在镜头前面，我要拍我客人马屁干嘛？我说真的，我的客人遇到都很不错。因为他们跟我很久了，那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他们。那我当然也有遇过以前有一些客人，我们最严重就是客人跑单。我举例来说，一些德国的日用品，我们是有时候如果现场没货，我们一定是从德国再采购回台湾嘛。没错。那这个时间你可以想象，其实是蛮久的啦。对。那通常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客人就会流失，他就很直白跟你说，等太久他不想要。这是我目前遇过比较糟糕的客人啊。未来还有什么展望的期待？说如果你要长期经营一个品牌，像我们迪士尼的东西很多，我会想要就是跟一个稳定的供货商，或是很多品牌供货稳定的合作，希望这样深度的合作，然后帮我的客群就是开发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东西。是，如果喜欢家的所有东西，对，我们有连结，真的，好的，有连结在下面，请去看。好，我们今天欢迎收看我们的 Sign Boss 傻爸的张国刚。是的，那请你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也感谢我们这一集我们的 Ada，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